分，他考100分，啊，他说功课都很好哈，功课好不好？好。他呢？好。他呢？还好。他们两个功课好不好？刚刚好。为什么刚刚好？换你唱歌。是啊。那你鞠躬好了哈。好，换他唱哈。时间不够，你也要唱啊。那边的路途，那边的路途，翻不过去木梁。夕阳的河畔，大的干地呀，一根皮油，能有了老婆啊。我在那时代的地方。好，这个是这台。